大家好，我是李彰志老师，为大家做眼保健操的教学与说明。首先为大家说明眼保健操的招式以及它的穴位位置。眼保健操一共有六个招式，第一个叫做托按风池穴，第二个揉按天阴穴，第三个挤按睛明穴，第四个揉按四白穴，第五个轮夸眼眶，第六个眼球运动。好，那我们来以上说明这六个招式。第一个托按风池穴，风池穴在我们的脑后颈部的位置，我们用大拇指托着这个风池穴，吸气的时候头上抬，好，大拇指上托，呼气的时候下放。那这样子呢，风池穴可以消除我们颈部的酸痛，让气血循环到我们的脑部。第二个挤按这个天阴穴，在我们的眼睛前面眉毛头叫攒竹穴，眼角内侧叫做睛明穴。那在眼角上骨这里有一个穴位，哦，它叫做又称作天阴穴，又称作不定穴。那我们按起来会酸酸的，它会消除我们的眼睛疲劳。哦，所以我们第二个招式呢，叫做挤按这个天阴穴。再来呢，我们再来挤按睛明穴。睛明穴在我们的眼角内侧，哦，我们在按的时候一样往内揉八次，往外揉八次。睛明穴有助于我们消除眼睛的疲劳酸痛。再来揉按四白穴，四白穴的位置在我们眼眶骨正下方一点点，有一个小凹洞，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按摩，也可以用大拇指当支点放在太阳穴，食指，哦，按在四白穴，往内揉，哦，再往外揉。好，再来轮夸眼眶，轮夸眼眶一样用大拇指放在太阳穴当支点，用我们的食指指节来轮夸我们的眼眶。那我们的眼眶呢，眉毛头有攒竹穴，眉毛中有鱼腰穴，眉毛尾巴，哦，有丝竹空的穴位。那内侧呢有睛明穴，下方有四白，上面一个承泣穴。那眼角的外侧这边童子髎，所以我们在按摩的时候呢，由眉毛头往眉毛尾按，再来由眉毛头由下往上刮，刮的时候稍稍上拉，避免眼皮的下垂。好，第六个招式呢，就是眼球运动，我们可以做米字形的眼球运动，左右上下，左上右下，右上左下，这样子做3到6次。再来眼睛画圈，往左画六圈，往右一样画六圈，接着眼睛再画一个八字形动作，一样可以做3到6次。最后呢，眼睛看远、看近、看远方、看近，这样一共做6次。做完之后呢，两手搓热，搓热之后呢，将两个手掌敷在眼睛，感受手掌的热气，消除了眼睛的疲劳。那以上呢，就是眼保健操的6个招式，简单说明。等一下跟李老师一起来做眼保健操。好，眼保健操开始，第一式托按风池穴。好，往头，头往上抬，一，吸气，二，放松，第二次再来，吸，呼，第三次，吸，呼，第四次，吸气，呼，第五次，吸，呼，第六次，吸，呼。好，揉按天阴穴。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反方向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
七、八、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七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第三招，挤按睛明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七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揉按四白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七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五招，轮夸眼眶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七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眼球运动，画米字形，左、右、上、下，左上、右下，右上、左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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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画圈，往左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反方向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，画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，眼睛看远，看近，看远方，看近，看远方，看近，看远方，看近。好，两手搓热，将热气放在我们的眼部，好，感受热气消除眼睛的疲劳，让眼睛恢复视力。
好，第二次再来，两手搓热，搓热之后，将两个手掌敷在眼球上面，想象着热气滋养着我们的眼部，消除了疲劳，让眼睛恢复明亮。第三次再两手搓热，好，两手掌敷在眼部，好，调整呼吸，好，放松。希望大家常常练习眼保健操，消除我们的眼睛疲劳，让我们的眼球恢复光明能量。好，祝大家身体健康。